今年協會咧係首次舉辦嘅 Running Ironman 呢個慈善賽跑，係好有意義嘅活動嚟嘅。咁最後咧，我衷心咁祝賀長者安居協會成立20周年，亦都祝願協會喺未來可以繼續為長者提供創新同優質嘅服務，宣揚關愛長者嘅文化。